This pH paper reacts like your skin surface. Here are two thermal waters, including Vichy remineralizing water. The two pH levels are neutral. Let's inject citric acid into the waters. Visually, nothing is happening. Now observe what happens to the pH levels. Vichy rebalances acid-base attacks. This is the buffer effect.伟大的品牌背后都有个伟大的名字，薇姿的创始人哈勒博士发现薇姿火山温泉水对创口有神奇的修复功效，因此创立了薇姿护肤品牌。如今每个人都能体验到薇姿火山温泉水的神奇力量。薇姿在法国纯净的奥维涅火山区，每一天薇姿缓慢地提取地下4000米的泉水，确保矿物精华完好保存，然后送往4000米外的生产中心。7天内将用以制造护肤品，4年内可供追溯。所有产品均含有薇姿火山温泉水，强韧焕活肌肤。薇姿，我来自法国奥维涅火山区深处。富含15种天然矿物精华，我是大自然的珍宝，我就是薇姿火山温泉水。为肌肤注入健康能量，锁水强韧，焕活年轻。火山温泉保湿系列，强韧焕活肌肤，薇姿。快来天猫聚划算开始定制薇姿与张艺兴合作的火山温泉能量穿越礼盒，集齐4款礼盒就有机会获得张艺兴签名礼盒。艺兴在天猫薇姿官方旗舰店等你。
大家好，我们是天猫聚划算，我们是今天的威兹火山温泉挑战官，现在在威兹火山温泉的挑战现场。大家知道，威兹品牌的灵魂就是神奇的威兹火山温泉水，它源自法国奥维涅火山区地下4000米深处，历经万年，能焕活细胞更新，抵御外界侵袭。而威兹的所有产品之中都含有这种神奇的火山温泉水。今天我们给威兹品牌代言人正能量男神张艺兴布置了一系列挑战任务，他的挑战马上就要开始，是什么挑战呢？让我们一起去找他吧。嗨，又见面了。大家好，我是张艺兴，欢迎来到天猫聚划算观看我的挑战。哇，今天的挑战任务很重要，现在打开天猫聚划算客户端，听说随着挑战进行会有不断的惊喜呢。给大家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挑战，威兹火山温泉不服来战终极挑战。我代表威兹挑战世间芸芸众水，看看哪一种水才具有焕活细胞更新、抵御外界侵袭的神奇力量。听上去有没有很厉害？那就让我们一同见证吧。其实呢，我早有准备，请叫我 Dr. John。为了今天完成这个终极挑战，在6天前已经开始。这是4杯不同的水，这杯是普通的自来水，这杯是温泉水 A， 这杯是温泉水 B， 而这杯是威兹火山温泉水。因为焕活细胞更新、抵御外界侵袭是我们的终极挑战目标，我们呢用鸡蛋来模拟你的肌肤。为了这次挑战，我们也是蛮拼的。这些鸡蛋在温泉水中泡了6天6夜，我们还一直在观察着它们。这些鸡蛋被不同的水浸泡了6天，看起来很舒服的样子哦。你平时也会用温泉喷雾精心呵护你自己的肌肤吧？压力、PM2.5、紫外线等等，这些都是对你的肌肤造成侵袭的。我们用鸡蛋来模拟你的肌肤，用柠檬酸来模拟外界的伤害，会发生什么呢？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世间的芸芸众水，到底谁最厉害？等待的这段时间里，你在工作吗？在电脑前吗？最近辛苦吗？是不是压力有点大？其实我都知道，你那么坚强，偶尔也会委屈难过。你感到孤独难熬，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我都在你身边。坚强的外表下，细腻的你，努力的你，乐观的你，都让我感动。你的肌肤受到伤害，我当然也不会答应。所以究竟哪一种水才能保护你的肌肤具有焕活细胞更新、抵御外界侵袭的神奇力量？我因为你想要完成这个挑战，为你找到这种神奇的肌肤能量。哦，时间差不多了，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鸡蛋发生了哪些变化。首先，这一个是普通自来水浸泡的鸡蛋，大家可以看到，放在前面。天哪，很吓人！这一杯是普通温泉水 A 浸泡的鸡蛋。侵蚀干净。天哪！天哪！皮肤会变成这样吗？好恶心啊！这一杯是普通温泉水 B 浸泡的鸡蛋。哟！啊！天哪！已经是腐烂不堪了。咦，这个蛋已经不行。这个蛋。好可怕。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威兹火山温泉水浸泡的鸡蛋。
哇哦！看来微兹火山温泉水真的具有保护肌肤、焕活细胞更新、抵御外界侵袭的神奇力量。挑战官，我要宣布挑战成功喽！微兹火山温泉不服来战，终极挑战成功！现在点击边看边买来天猫，哦，聚划算！找到我为你定制的焕活能量礼盒，还有红包哦！感谢一星，现在一星呢要去换一个更休闲帅气的造型。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威兹火山温泉水如此神奇的能量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其实威兹火山温泉水源自法国自然保护区奥维涅火山区地下4000米的深处，经过火山岩浆岩的淬炼，历经万年，让每一滴温泉水当中都蕴含了丰富的焕活细胞新生的矿物质，被誉为温泉皇后。威兹火山温泉水的灌装工厂仅仅离泉眼4000米，每天新鲜运输，7天保证用完。而所有的威兹产品当中都含有这种神奇的威兹火山温泉水，产品4年可追溯，带给你肌肤神奇的焕活能量。是不是动心了？来天猫聚划算威兹官方旗舰店购买威兹火山温泉保湿系列，即刻拥有焕活能量肌肤。其实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别走开，张艺兴在天猫聚划算为你准备了特别的礼物。一杯咖啡好喝的时间是半小时以内，一份蛋糕赏味期限是2天，我对你的呵护呢有10000年呢。每一滴威兹火山温泉水都有万年的珍贵矿物焕活能量，好想要，对不对？我喜欢纯净温柔却有力量。我说的是威兹火山温泉水，也是你。哎，有时候真想把你放在口袋里随身携带，这样我就能每时每刻的看到你，一刻都不分离。睡到自然醒的日子越来越少，肌肤干燥而晦暗，忙碌的你让我心疼。我们一起打个盹，做个纯粹的梦，好不好？1、2、3，闭上眼睛。唉，拍摄都这么累了，让我休息一会儿，喷一点喷雾吧。一星，新的任务来喽！好吧，威兹火山温泉大挑战一个任务啦。具有神奇焕活的威兹火山温泉水，千年以来获得了无数大咖粉丝，和我一起现场体会一下穿越时空的肌肤焕活能量吧！哇，怎么办？我感觉我已经在穿越了！穿越了啊！走了走。每个伟大的品牌背后都有个伟大的名字。威兹的创始人哈勒博士发现威兹火山温泉水对创口有神奇的修复功效，因此创立了威兹护肤品牌。如今每个人都能体验到威兹火山温泉水的神奇力量。威兹。早在古罗马时代，人们就已经发现威兹火山温泉对肌肤有独特的保养功效。让我们看看一星如何演绎古罗马传奇。大家好，我是凯撒星，来自古罗马。我发现这里有一种水对皮肤特别的好，简直可以封为我帝王御用水。我要将这个地方叫做威兹小镇。以为焕活热泉涌动之地。法兰西帝国时期的贵族们都曾是威兹火山温泉的忠实粉丝，
在那个时代，威兹小镇曾是法兰西贵族齐聚之地。让我们看看一心如何演绎法式贵族气息。我是拿破仑三世，听说有一个神奇的地方治愈了法国贵族女作家塞维涅夫人经久难愈的箭伤，整个法兰西的贵族都慕名前来。我是这里的粉丝，经常带着朋友来光顾于此。威兹火山温泉水棒棒的。20世纪起，威兹火山温泉水逐渐成了普通人都能享受的水疗，受到当时上流社会的各种名流的热捧。哦，大家好，我正要去法国威兹小镇，很多社会名流都喜欢去那里享受温泉 SPA， 放松心心，又可以焕活细胞新生哦。而今天我们能够和那些法国贵族名流一样享用威兹火山温泉的神奇能量，要感谢一位医生，他就是法国药妆的创始人 Dr. Haller 博士。他在1931年发现了深藏于威兹火山温泉的焕活秘诀，创立了威兹品牌。天哪，这神奇的火山水居然治愈了我朋友的伤口，我要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所有人，把神奇的火山温泉水分享给全世界。我要创立一个药妆品牌，它就叫威兹。听了这么多威兹火山温泉水的故事，让我们来听听作为威兹品牌代言人的张艺兴讲述每一滴威兹火山温泉水的神奇之旅吧。每一滴威兹火山温泉水都是经过万年流淌，来自法国奥维涅火山区4000米深处，富含15种神奇矿物质，纯净天然，能够帮助你皮肤焕活细胞更新哦。而威兹工厂距离泉眼只有4000米，经过层层严格把控，才把产品送到大家手中，满满都是威兹对你的呵护啊，哈哈。怎么样，我的焕活传奇穿越剧如何？还不快给我点赞。给你最爱的这瓶蓝水，知道你和它的共同点是什么吗？简单纯粹，有焕活能量，都对。还有你们两个真的都是深藏 blue。这颗50克拉的蓝宝石，就是我对你肌肤的爱的信物，给你，给你，焕活之力。睡前想给你一个吻，我不在身边的时候，就让富含威兹火山温泉的威兹宝石精华，替我吻你一下吧。听说你为了马甲线不停健身，知道吗？你的肌肤也需要时时补充焕活能量，才会看起来更健康哦。带一瓶威兹火山温泉喷雾在身边，它不会让你失望。噔噔噔，给你一个彩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威兹官方微信，就可以去指定的威兹柜台享受我为你定制的专属福利。第一个福利，免费的威兹火山温泉 SPA 体验，独特焕活肌肤。第二个福利，我和威兹一起为你定制限量版保湿精华，限量版小蓝瓶，把我的爱放在你的梳妆台，仅10000份哦。第三个福利，去威兹柜台和我合影，晒到微博就有机会把我带回家，哈哈。最后邀请好友，还有特殊惊喜奖励哦。
来坐。刚刚说了，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说好给你准备一个特别的礼物，你知道吗？其实今年是威兹成立的85周年，我们合作非常愉快，一起分享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也许85年前我们曾经都是在法国相遇过。想和我跨越时空相遇吗？我为你准备特别的礼物，现在还不能看，来和我一起吧，开始定制我们的相遇吧。第一点，首先选择我单独穿越的版本还是与你一起穿越的版本，都是独一无二的哦。然后选择一个穿越的时代，你可以选择率先发现威兹的火山温泉水的凯撒大帝，火山温泉水的超级大粉丝拿破仑三世，开创药妆品牌的 Dr. Heller， 或者和我一起来一场地下4000米的火山温泉穿越。接下来还可以跟我的 POS 一起选，你们喜欢哪一个呢？还可以上传你美美的照片跟我互动，最后写上你对我想说的一句情话。哦，啊，送给你，这是我们的一起专属的回忆，一起拆礼物吧。里面有清润爽肤水，还有保湿水霜喷雾，喜欢吗？我还给你留言了，接下来30天每晚睡前都可以听哦。记得扫描二维码就能听到咯。他们说世界上最长的路是我的套路，哎，怎么可能，明明是你的心路，怎么走进你的心呢？给我一个答案。一支好用的保湿精华是不是一个好的开始呢？你说简简单单的爱才是最好的，就像护肤品，简简单单的成分却蕴藏着焕活肌肤的能量，呵护你娇嫩易敏的肌肤。不要走好不好，我不想再演独角戏了，你的撒娇，你的娇嫩，你的敏感，都是我最想呵护的宝贝。来，给你一点焕活的能量。听他们说你最爱宝石啊，我有一颗啊，要送给你吗？哈哈，这颗神奇的宝石能焕活呵护你娇嫩敏感的肌肤哦，要不要试试？叮叮。张艺兴有新的任务了。哦，天猫聚划算。好，今天呢，为了庆祝威兹品牌成立85周年，我们在现场安排了85个火山温泉能量定制礼盒，作为新民的85份特别福利。我们呢将邀请张艺兴5分钟内与85个礼盒亲密互动，在这些礼盒上啊会留下独一无二的张艺兴的印记。哇！那这些留着张艺兴印记的礼盒将从集齐4个时代穿越礼盒并晒单的粉丝当中抽取85名作为礼品放送，张艺兴签名的火山温泉喷雾等好礼。现在点击边看边买，来天猫聚划算定制属于你的专属能量礼盒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那赶快去定制吧，还等什么呢？走了。哇，要在这里留下我的印记，怎么可能呢？我怎么留下我的印记呢？哎呀，好紧张啊，好紧张啊，紧张得不得了啊。啊，那我还是来弹一下琴吧。怎么留下我自己的印记呢？我觉得可以用音乐来感染他们，用音乐让他们火起来。现在比较感性一点的音乐，即兴来创作一首。Thank you.
쪽. 예. 조금만 밝게, 조금만 밝게. 留下一个印记，我想一想，这里签字吧，签字会比较好一点。
先桃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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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心。这边五角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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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角星。OK， 这样就留下了我的印记。这里的话，要不拿手机拍个照。来吧，一、二、三。一、二、三，好了，留下了我的印记。这里呢，我觉得是可以这样。抱抱，抱一下。哦，我的化妆粘在这上面，没关系，再抱一下。你说想要他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不该嗅到他的美。脱掉，对不起，不能，还不能唱。这个是怎么个弄法呢？这个，这怎么办？这里的。怎么办呢？这里要不签名吧，签我自己的名字。上面看得到，我们就签这个。那下面这个呢，我们就签泪。威兹和累，看谁累。还是都不累。这挑战有点难度啊，留下我的印记，没事干嘛印记这个呀？这不都为了你吗？是吧？好，这里留下印记了。我宣布挑战成功。This pH paper reacts like your skin surface. Here are two thermal waters, including Vichy remineralizing water. The two pH levels are neutral. Let's inject citric acid into the waters. Visually, nothing is happening. Now observe what happens to the pH levels.Vichy rebalances acid-base attacks. This is the buffer effect.
每个伟大的品牌背后都有个伟大的名字。薇姿的创始人哈勒博士发现薇姿火山温泉水对创口有神奇的修复功效，因此创立了薇姿护肤品牌。如今每个人都能体验到薇姿火山温泉水的神奇力量。薇姿在法国纯净的奥维涅火山区，每一天薇姿缓慢地提取地下4000米的泉水，确保矿物精华完好保存，然后送往4000米外的生产中心，7天内将用以制造护肤品，4年内可供追溯，所有产品均含有薇姿火山温泉水，强韧焕活肌肤。薇姿，我来自法国奥维涅火山区深处，富含15种天然矿物精华，我是大自然的珍宝，我就是薇姿火山温泉水，为肌肤注入健康能量，锁水强韧，焕活年轻。火山温泉保湿系列，强韧焕活肌肤，薇姿。噔噔噔，给你一个彩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薇姿官方微信，就可以去指定的薇姿柜台享受我为你定制的专属福利。第一个福利，免费的薇姿火山温泉 SPA 体验，独特焕活肌肤。第二个福利，我和薇姿一起为你定制限量版保湿精华，限量版小蓝瓶，把我的爱放在你的梳妆台，仅10000份哦。第三个福利，去薇姿柜台和我合影，晒到微博就有机会把我带回家，哈哈。最后邀请好友，还有特殊惊喜奖励哦。哎，同学，空气这好干呐、啊！乔将官，你能不能让我也敷一个面膜啊？可以啊，没问题，但是有个小条件，就是粉丝呢其实都被一心的努力和励志感动，在他们眼中你就是正能量男神，所以呢粉丝特别拜托我们要在这里给你做一个薇姿正能量快问快答环节，然后展示内心最真实的自己，展示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给你做面膜了。哎呦喂，我就知道没这么简单。好，开始喽。那你问吧。好，最近每天最早几点起床？3点。天哪，昨天健身了吗？健了。最爱的健身训练是哪一项？锻炼肌肉，腹肌。怎么锻炼腹肌？找老师。最近一次心跳加速是因为什么？心跳加速是因为锻炼。腹肌吗？哪儿都锻炼。哦，二月红的哪一句台词给你的印象最深刻？二月红哪句台词给我印象最深刻？二月红的哪句台词？丫头。没了。对，他就是老喊丫头。天哪，唱一句最能给你能量的歌。哦，我突然想到一首歌，但是不一定它是，就是刚刚你问完这个问题马上想到的歌是《月亮在你的眼睛，太阳在我心》。哦，现在我唱这首歌，不只为你。想把那所有烦恼都抛掉，做不做得到？你明白我心在燃烧，因为你，因为你。好像是这样的，我不记得词。你好糊。好，俯卧撑最多可以做多少个？100个。多一个都不行吗？趴下了吧就。只有俯卧没有撑，对吗？啊。用一个词形容你最喜欢的女生类型。好，好女生当然觉得行了。哦，觉得自己行走江湖靠什么？靠实力。还有吗？靠帮忙。最想有哪一种特异功能？最想有所有的特异功能都能控制的特异功能，所有的特异功能我最想有。好好贪心。如何保持正能量满满？正能量满满，每天都充充充电呗。
如何给粉丝传递正能量？以身作则啊，别说太多，你就做就好。如果现场有粉丝在，你让他对他要让你对他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在这里啊，请用微姿。哇，说过最肉麻的话是什么？肉麻的话，妈妈你好漂亮。代言了薇姿，觉得自己和薇姿的共同点是什么？坚韧不拔。最爱薇姿的产品是哪一款？火山温泉系列。有没有一款特别的产品？喷雾。哇，喷雾。那现在挑战通过，所以呢我们可以开始给你做一个喷雾的水膜。哦，好啊，好啊，上一瓶喷雾来吧。难得啊，薇姿呢给我来上一瓶喷雾，来让我来做个面膜。那你帮我拿过来。然后呢，上一片面膜给张艺兴好吗？来，一片纸膜。天猫来拿面膜。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用的喷雾。好，天猫来拿到了。为什么又给我一杯呢？好吧，那我在这里做面膜了。我敷面膜不给你看。我爱你。Redan。사랑해요。用100种语言说我爱你，用10000年的火山温泉水换活这份爱。爱你的娇嫩肌肤。爱你哦。你最喜欢我穿什么颜色？蓝色吗？这种蓝？还是这种蓝？对了，这支蓝水很好用的，爽肤水，清爽的，无与伦比，就像我一样。要不要试试？他们说一见钟情只有一次，可我觉得不是呢，因为我每次见到你都钟情。今天你看起来好美哦，秘诀是什么呢？告诉我。我想得到一个人的爱，我想得到他的关怀。这是一个人的歌词，其实你的肌肤也一样，特别需要你的精心的爱和关怀。来，给你一颗保湿霜，给肌肤最好的爱。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挑战任务。哦，下面还有挑战任务啊。请挑战任务进场。哦，你好你好你好。薇姿，火山温泉水大挑战。那这一环的挑战任务是我们邀请了张艺兴的铁杆粉丝铁杆心理来到现场，请张艺兴呢为他带来一个最大的福利，就是为他做一次薇姿火山温泉产品的护理。哦，是这样的。哦，你好你好。你好。我叫张艺兴。我叫英文。哦，你好你好，这是叫天猫，它叫聚划算。哦，哎，是的是的。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是在薇姿火山温泉挑战现场，你如果准备好的话，我们就开始挑战任务了。准备好了。好，那我们先来测试一下你的肌肤，看有哪些问题啊。这是一个薇姿的一个肌肤测试仪，长得虽然有点奇怪，不过还是很有功能，功能还是很好的。来，咱们来试一下。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测试完毕。来，我分析一下。哇，你看你现在真的是你的肌肤，现在是你肌肤的问题。你看弹性、色素、皱纹、油分 U、油分 T、水分，太干了，对吧？这样吧，来得好不如来得巧，是吧？正好大家都在这儿。
薇姿也在这儿，薇姿的代言人也在这儿。今天我为你做一套薇姿的火山温泉护理系列，好不好？好，好吧。嗯，来，先把手给我。哦，嗯，你别老抓着拳头，别那么紧张，放松啊，放松。现在呢，就把这个手呢当做你的脸啊，然后给你来做一个小面膜。这个面膜呢，得做一分钟时间啊。首先用这个火山喷泉系列的这个喷雾来给你喷一下。嗯，凉凉的。对啊，凉凉的啊。好，再这样等一分钟时间啊。好，手放在这儿。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是学生。学生？对。在哪个学校读书？中央大。中央大学。哦，在韩国吗？对。哦，你是从哪儿出生的？哪里人？我是辽宁的。辽宁人，东北人。啊，东北人，哎，东北，俺们那个都是东北音，俺们那个特产高丽参。哦，唱的真好。是吧？是真的这样。对对对。那你教我一句东北话，说“薇姿真好”怎么说？薇姿真好。就是薇姿真好。但是“姿”是不分平翘舌的。是说那个薇姿哈，薇姿，薇姿，嗯，薇姿，互相伤害，嗯，啊，还能咋地啊？是这样吗？印贼作父也是你们这，印贼作父也是我们的。哦，是是是，好好，你看时间马上就到了，一分钟时间，你看过得好快，嗯，时间过得太快了。对，然后现在我们把面膜揭开，哇，你看这是，太漂亮。然后下一步做什么呀？下一步要用薇姿清润爽肤水，就是那个明星的蓝水。爽肤水，对，好，下面我来为你。展示一下，这是薇姿矿物水活爽肤水。对，然后它一般的用法呢是说，要把它轻轻的拍在化妆棉上，然后呢用化妆棉轻轻的拍面部和手部。哦，对对，这个呢它的用法就很有讲究了，它是要把这个水啊，它首先放在这个化妆棉上，轻轻的拍在化妆棉上，然后给你这个肌肤来一次亲密的接触。对，这个薇姿的蓝水呢，它可以软化角质，打开肌肤的黄金吸收通道，质地也非常轻薄，对不对？适合所有肤质。嗯，对。然后，说明的真好。对，然后给女生，如果是脸上拍的话，其实要从下到上拍嘛，但是手上拍的话就随意了。嗯，手上拍就随意，脸上拍又，开玩笑，开玩笑。感觉怎么样？这个？嗯，就是润润的，很舒服。很舒服吧？嗯。嗯，那下一个呢，就为他展示一下这个吧。对，下一个就是我们的薇姿明星保湿精华。明星保湿精华。对，那这个非常神奇，因为它不仅含有丰富的薇姿火山温泉水，它还有保湿明星的三重动力水活因子成分，它能够快速渗透，改善肌肤问题。那哇 ，magic！ 那这里我们要做一个小的实验，就是一心可以帮粉丝在手两个手上，一个手用保湿精华，另外一个手不用。然后呢，涂抹完之后，我们用喷雾在两个手上分别喷一下，你就会看到两个手的水分分布会有非常大的不同。那首先在这个水上用上保湿精华，但是没关系，别着急，别紧张。这是喷了的啊，这是对，轻轻按摩，拍拍，让它快速渗透。嗯，拍拍，快速渗透，渗透，渗透，快渗透。果然渗透得挺快的哈，好开心啊。对，然后另外一个手就先不要涂，然后我们拿喷雾呢在这两个手上分别喷一下，你就会看到它的水分的分布非常的不同。哇，看来你这么懂套路的话，你来做。套路很长。对，有没有看到很明显，就是涂了精华的那只手，它的水分分布非常均匀。对，另外一只手呢，它其实水分就有大颗的凝结嘛。这是因为薇姿保湿精华能够帮助肌肤更好的吸收后续保养成分，所以用薇姿保湿精华保湿小蓝瓶非常有必要。所以这个实验证明什么？薇姿要用精华。对，不，对，当然是精华，用哪的精华？用薇姿的精华。对，所以说薇姿就是好，哎。嗯。所以第四步就到霜了。第四步了。对，我们的明星保湿水活霜也叫保湿霜。明星保湿。对，它也叫保湿霜，这是一颗50克拉的保湿。50克拉。保湿。嗯。保湿面霜。所以要不要试一下？当然要。来。
这个保湿霜呢是薇姿经久不衰的明星保湿霜。那现在是夏天，所以我们给本次用的是清爽型。那冬天还可以选择我们另外一款滋润型，对，均匀涂抹，整个肌肤状况会非常好。哎，做着做着实验就做到我自己身上了，真不好意思。好东西大家都分享一下。哎呀，我再帮你继续。感觉怎么样？这只手像活了一样，就是被焕活了。然后这只手的话还是那么干嘛。对，那不这个手也来给你涂涂。谢谢。希望你啊多多支持薇姿啊。薇姿火山温泉大挑战。然后接下来呢，为了证明我们产品的功效，所以一心可以给粉丝再用一下我们的肌肤测试仪，我们对照一下之前和之后的一个实验数据。那你看，现在第一个就是你刚刚这是你刚刚用过的数据，那你看到了啊，很糟糕。那你看用完以后，我们再测试一下，全面震动啊。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啊，你看，哦，果然不一样，对吧？对，这太不一样了。那大家还记得吗？刚才我们在使用产品之前，水分数值是62，弹性数值是55，而现在呢，肌肤测试仪显示啊，水分和弹性分别到了90和95。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使用完薇姿火山温泉系列的全套产品，对肌肤的水分和弹性状况会有一个即刻的改善。还满意吗？满意。那你要不要支持薇姿火山温泉系列？当然要支持啊。一定要。哎，要支持张一静。哦，谢谢谢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薇姿火山温泉系列，谢谢你。今天实验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对，采访一下这位粉丝，你打算多少时间不洗手？一直不洗了。没，你坐着说，他没拍到你，你再说。一直不洗了，就这样放着吧。可以。对啊。谢谢谢谢。Thank you.
今天的挑战快要接近尾声，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天猫聚划算限量版个性化定制礼盒，集齐四款还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和签名礼盒哦，还有我的签名喷雾。谢谢支持我，谢谢支持微资，还有记得支持天猫，还有聚划算。是的，谢谢大家。噔噔噔，给你一个彩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微资官方微信，就可以去指定的微资柜台享受我为你定制的专属福利。第一个福利，免费的微资火山温泉 SPA 体验，独特焕活肌肤。第二个福利，我和微资一起为你定制限量版保湿精华，限量版小蓝瓶，把我的爱放在你的梳妆台，仅一万份哦。第三个福利，去微资柜台和我合影，晒到微博就有机会把我带回家，哈哈。最后邀请好友，还有特殊惊喜奖励哦。This pH paper reacts like your skin surface. Here are two thermal waters, including Vichy remineralizing water. The two pH levels are neutral. Let's inject citric acid into the waters. Visually, nothing is happening. Now observe what happens to the pH levels.Vichy rebalances acid-base attacks. This is the buffer effect.每个伟大的品牌背后都有个伟大的名字，薇姿的创始人哈勒博士发现薇姿火山温泉水对创口有神奇的修复功效，因此创立了薇姿护肤品牌。如今每个人都能体验到薇姿火山温泉水的神奇力量。薇姿在法国纯净的奥维涅火山区，每一天薇姿缓慢地提取地下4000米的泉水，确保矿物精华完好保存，然后送往4000米外的生产中心，7天内将用以制造护肤品，4年内可供追溯，所有产品均含有薇姿火山温泉水，强韧焕活肌肤。薇姿，我来自法国奥维涅火山区深处，富含15种天然矿物精华，我是大自然的珍宝，我就是薇姿火山温泉水。为肌肤注入健康能量，锁水强韧，焕活年轻。火山温泉保湿系列，强韧焕活肌肤，薇姿。